Hello， 各位青春制作人们，看了这么久的视频，累了吧？我请大家吃一份现做的西柚冰沙，材料非常简单：薄荷、西柚、水、蜂蜜。我们先把蜂蜜加进水里，然后我们挤进去一些西柚汁，用搅拌棒把它们充分搅匀，然后放进冰箱。请大家等待一下吧。 在等待的过程中，我给大家表演一个我的小绝活：噔噔噔。好，两个半小时之后，我们把它拿出来，里边会有一些结成冰块的部分，我们用一个小勺子把它们打散，这样重复4到5次。请大家再等待一下吧。之后，我们就得到了一份冻好的西柚冰沙。 我们用冰淇淋勺把它盛到小碗里边，然后点缀上一些西柚果粒，挤上一些西柚汁，再点缀上一片薄荷叶。一份美味又健康的西柚冰沙就做好了。陈子龙同学就像这份美丽的西柚冰沙一样，制作过程也是需要一些时间，请各位青春制作人们等待一下我吧。 下午6点了，晚餐时间到，给各位正在减肥的青春制作人们分享一个 UP 主的减肥小妙招：抛一枚硬币，如果硬币立起来，那今天一定什么东西都不吃哦。当当当当，健康减肥，节食不盲目，吃饭去。爱奇艺，吃 Black 系列版，我的地档的仔。